哈喽大家好，我水哥，今天我们继续新加坡的投稿合作，这位网友叫做四男人别还手，所以他就用了个女忍者，对吧？不让对方还手，对方不用什么，先躲到角落，对方招出个通灵，把对方压制住，喷一口盐汽水，然后一个天叉插住之后，就开始抽他啊，鞭策他。哎，对方没有替身啊，只是落地保护，再吐了一口白烟，哎呀，直接被人踹了，踹了之后替身之后，哎，一个大招过去，对方好像没有，哎，对方没替身的时候快大招，是不是很危险？然后马上丢一个贝壳，对方应该是被控制到一口盐汽水喷完之后喷一口白烟，然后鞭子抽出来，哎呀，对方落地了，被人标记一个替身，然后继续抽鞭策啊，然后对方应该有替身插，哎，对方替身了，一刷的一下就跑回来，对方还是转身的波风血门哈，从天而降的螺旋王，然后就一个标记，哎，又被控制住了啊，又来一下，好，这是事不过三啊，最后直接被喷死了。接着我们来看这个打滴答啦啊，滴答啦一口火喷气息啊，对方直接顶过来，两个人都落地啊，落地之后冲过来丢一个阔鱼，对方已经在天上啊，然后就一口盐插进去，哎，插住了，这还能插住，一口水喷过去，喷完之后夹着打，哎，对方替身一个大招，对方应该是开了个什么通灵还是什么，想开鸟跑不了。一口盐汽水喷死他，喷死之后再喝白烟，哎，这时候抽鞭子了，抽完鞭子准备替身对方大招，赶紧开溜，打不到，你就问你气不气，然后对方开启霸体了，哦，这个鸟没打到，你开一口白烟，对方就不停的丢鸟丢蜘蛛是吧，不能让他蹭到替身，有机会啊，没有插到，对方蹭到一个豆了，再喷一口白烟，再一口盐汽水喷过去，直接被喷死了，真是被盐汽水给喷死了。接着我们来看，冷界大战我爱罗啊，一口盐汽水先喷过去，什么事都没发生。对方二技能过来，又被对方一技能抓起来之后，白烟扦插是吧？扦插之后一口盐汽水喷完之后继续抽，哎，平 A 的。对方气旋直接卷进去了，卷进去之后一个一技能，这是二技能，二技能之后鞭子抽起来抽他，哎，白烟打完之后对方替身了，替身之后一段乱路，这时候替身一个一技能太短了，这个对方的位置太好了，这只叼的不敢开，不敢放肆啊，直接开了大招，这么狠啊，开大招之后直接被对方一个龙抓手抓死了。最后我们看一下这网友用的是鼬和这个歪罗大战，然后我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I knew you'd win here.